进不能塞，放进这不能塞。你们整个来了有三个不能塞。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哥。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云南的广兰县啊，在这里呢，我们昨天晚上露营啊，然后把水啊用的差不多了，用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今天呢准备去打水，一路上都没有水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路过了一家这个农户啊，现在的话呢，我就找那个农户家里面去要点水啊，然后我们晚上可以做饭、洗衣服之类的啊。现在我拿一下我的水袋。这是两个水袋啊。现在呢我把车停好了啊，然后进去打点水。大姐，你家有水吗？有啊。水当初这两天到了水不是还烧不到。这个是自来水还是山泉水啊？自来水。哦，要钱不？这个水是？不要。哦，我这边天冷，赶紧急嘛。哦，好，接一点啊，接两袋子。好，谢谢了。都是我们的爸爸送来的。哦，好的。自来水还没有搞好。哦，好，谢谢啊。啊，不用。这个大姐的人很好啊。然后。我要过来打水的话，他马上就同意了。好不好装啊？可以，好装。没事。人家搞水啊，我们这地方没有水。我看前面那边好像有那个水塔呀，水井啊。啊。一家都是。一家。很小。一家只有一个啊。哦。太小了，都是这方水。哦，我听说那个你们云南这边好久都没下雨啊。是啊，你看都没有水，我这个地也很难有水。哦。有水的话，我一天这个要洗一次。这个我们用来做饭的。啊。我在这里做两个茶。啊，不用。不用，我们待会就走了，去那个广，去那个下面那个广南那个市里面吃。好远啊！啊，还在远。远呢、啊？嗯、啊，还有好远呢、啊。这里随便坐啊，我坐在这里吃一点。啊、这样子啊？那不好，不方便吧？好像我们农村没有好吃的，随便吃。我们是外地过来的，啊，没事，嗯，大姐很和蔼啊。对，我们农村当时很脏，你们看不习惯。哎，没事，我们都是也是农村的，出门在外哪有那么讲究的，是不是？嗯。啊，我是啊，我们用这个拿去野外做饭。今天特别太干了，这个天去年没下雨，今年没下雨，那玉米都种不下了。玉米都种不下。嗯、哦，那真的也是很挺难的啊、哦。就是这个地下长没有水洗。啊、哦。要是别的年，我们这种水它不会干的，就是去年、今年干的特别厉害，没水。啊、哦。现在我把水先放起来。我说随便做一点，我们吃随便一点。我们车上有那个肉。啊、嗯，有肉。我们那是黑黑的，你吃不惯、啊，你看黑黑的。什么东西？哦，腊肉啊。嗯。也都可以，是吧？对，拿那个火烧一下。啊，腊肉，也好吃。嗯。也有空就在这里做吃吧，反正我们刚回家。好。大姐说什么？叫我们在这里吃饭。嗯，刚刚呢，我已经把水打好了啊，然后，
这位大姐呢是非常的人，非常的好啊，然后还说要留我这，留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哦，搞那个腊肉吃，她怕我们吃不惯，我说我们还是去其他的，去野外我们自己去煮嘛。她说，哎呀，没事的，什么什么的，哎呀。现在我们的车呢就停在这里啊，然后刚刚呢那位大姐呢从上面下来的，从上面下来，我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啊，然后她说问我们要不要板凳坐一下，然后这个车呢是从上面啊，上面盘山公路一直绕下来的啊，绕到这边啊，绕下去，然后走这边山上翻过去的啊。这是一棵什么植物啊，也不是太懂啊，不懂这是什么植物，云南这边才有的，好像是蓖麻还是什么，是蓖麻吗？这个东西，这种植物是蓖麻吗？那边有白色的花，那个白色的花是李子花啊，红色的是桃花。跟他说一下，走了。大姐，感谢你家的水哦，我们走了。吃饭啊？啊，我猪妈住的很多的。啊？住的连你们住的很多，连你们住的。不用了吧？连你们住的。啊？你以为是假的吗？连你住的，在这里吃了，马上炒一点入去吃。哦，那叫他进来家里坐。那不好意思哦。哪里？有点。这里坐，马上行了。哦，好。马上行。啊，谢谢啊！不用，大哥人也挺好的，小凤，那个大哥和大姐让我们去他家吃饭，不用了吧？硬让我们在那里吃，他说煮了我们的份了还，不要了吧？哎呀，他说煮了我们的份了，我没办法，等一下，我们走了他又不开心的。那现在呢？现在凳子都放在门口了。你去他家上厕所吧，你去吧。把手机就放在这里。去上个厕所。你现在手机就放在这就可以了。我把车门锁了。好，上来了。我洗个手。哎呀。下面。洗手吧。哎呀，感谢，非常感谢。哎呀，太热情了这个。洗个手。好。好，我们自己来，对，我自己来，啊，不用，就洗一个手。啊，丢了。我可以。好。别吃了，大姐，你也坐啊，来坐，大姐。你坐着吧，我坐着。没事。我们坐。好，谢谢。好，谢。不客气，我打得快嘛，我们农村干粮都是。好。这个米是自种的啊。来了。买的。来，这个做法是给你的。好。我们那里它种田了，几十年没有种过田。那个切都。这边也不好种这个稻谷啊。刚刚好，够了。对。够了吗？够了。够了。没有。我晚上肯定喝一点吧。晚上开车。晚上在那里住的时候可以干两杯再睡觉。对。这个是腊肉啊。好吃这个。这个好吃一点吧，这个是冷的。这也热的。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吃的，这个是今天早上新鲜的。没事，不用找这么多。都好吃，都可以的。这个香椿我还没吃过哎。香椿，那个是炒的，这个没炒，那个我喜欢吃的。哦，你还要吃生的呀？本来就是吃那个水煮出来，我有个的味道，它不一样。他应该吃过香椿。香椿好吃，那个树上，那个这就是香椿，哎对。我在燕山吃那个牛肉的时候，80块一斤哎，80块钱
八十块一斤这么长长，那个牛肉都吃饱了，这个乡村吃不饱，你以为吗？现在自己家里有了。家里我们这里发的晚一点嘛，他卖那个还没有这个好吃。蒸出来，蒸出来用来晒晒出来那个面炒菜。你尝尝这个凉拌的，有的人吃不来，真的味道很重啊。不是吃不来，有的人会不能吃，有的人是不能吃。是过敏吗？是会过敏，或者哪个地方沉的话会沉，是吧？嗯。还这样说法？有啊。孙子是吧？嗯。哦，周奶奶的是吧？来。还有一个孙子在这还有个叫孙子，你们再带小孩就出去奋斗了。还有一个多高奋斗什么叫打工？好，这个你们这边的人也挺白的呀，很多人都说云南的人，还有我觉得很白呀。晒黑呀，这两天我打地吗？没有，我觉得大姐挺白，我感觉大姐挺白的，比我还白。哪里白？给人去做个那个沙上晒，我又不戴帽，在沙上我不喜欢。不黑不黑，真的不黑。哎，我们天天搞这个。但是我们又不搞那个化妆品，不会搞。这些我们自己晒的吗？还是买的？买的，我买的。好像不跑啊，这个肉可以了吗？可以吃，快吃，大块的吃。那个有点咸了，不怕。我就开始把这个弄喝。这里有，这里有。不用，就喝这个，就喝这个。这边有，这个麻油的很。这个是腊肉，云南这边的这个腊肉啊。自己做的吗？这个腊肉，大姐。是啊，自己做的。自己的猪肉是吧？自己养的猪嘛。我现在养的还有七头。还有七头啊？七个。你们养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猪？白的，现在你这里离镇上还有点远哦，12公里的，还有12公里。那就说去那个广南吃饭，我说好远呐，还要坐车的。你去广南的话，还有50多公里呢。哦，50多公里，你们属于广南是吧？广南县，就在镇珠街镇。珠街啊。土豆是自种的，这里你们从那个曙光上来的吗？我们从广西。炒到马铃薯，把那个锅都烧黑了。我们那个拿锅炒的好吃一点，把那锅烧黑了，不敢炒，原来这里变成炒的。那火太低了。你这个是白酒是吧，大哥？大姐，你的饮料呢？不喝。我不喜欢。我去广东那一边，我太辛苦了，那个就是营养快件，泡那个拐枣的，可惜了，不是给你给你商议，什么都不会吃，要开车不能的，开车不能，硬的一口都不能。开国道还好，开四。我们地方的那个拐枣，喜欢吃那个白的，这里有，知道吗？市场的，知道。我们在下面进的那个。快点吃，不是摘的那个。那是甜的。我拿那个锅舀出来的，这个是。没事，可以吃的都我们。我就吃了嗨一点，好吃这个，很香，这土豆啊。我们这些反正一个村子买一家都要买一个自己养的，不用喂饲料。我们那都是吃饲料的。这边养猪的话，有人过来收而已。啊？有人过来收吗？哦，就是那个猪啊。有啊，很少那个猪场，反正猪场。那没有的话，几头猪哪里吃得完你们？就是养其他这个养的那就不够卖了吧，我们这样养的家家回来都村子里面回来都是买杀了那个油条买了三五年的到广东去吃哦，带去广东去吃。你们这边姓什么？姓唐。哦，我还以为还就像他们那种连起来几两个姓的复姓的那种。那个复姓的。也没不是复姓吧你们？不是啊。父亲的以前是那个慕容啊，那些也是。那个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有这种，就是说复姓的，两个姓的啊。没有白这本的。那个是我放手了。这个不叫两个姓啊，复姓是他们，我也不知道是，反正是四个字，但是前面是两个。什么欧阳啊？哎对对对，慕容啊？哎对对，欧阳慕容。南宫啊，这些都是复姓的。对呀。他前面是姓，后面是名。你们这边一般不种田是吧？很少种，下面就有人种，我们村早就没人种。谁都不想种，就是去买。也吃不了什么，像你们两个在家的话啊。我们就是在这里
我们家就不同别的家，我们这里反正哦，你们要养猪，养猪要反正你妈喜欢那个螃蟹啊什么的就多一点，但是吃不了多少嘛。对呀、啊，两个人吃不了多少。这个是腌的、哦，凉拌的，凉拌的，凉的就是放一个盐巴就可以了。肯定是腌过，那开水流出来，我就感觉味道挺重的，就香香香。他吃不了那个你不喜欢红蒿，香菜都吃不了，他反正有味道的他都吃不了。红蒿我也不喜欢吃，吃不惯。你不喜欢。所以他这个香菜，把它这个味道很重了，也有点味道，他。味道就我在那个18岁、17岁、20多岁、30多岁，我都不会吃。现在我什么都会吃。哦，吃多了就会了啊。嗯。然后要不敢吃一下身体。之前那个腌肉啊，什么我都不吃。哎，对，之前我也不吃腊肉了。因为在我广西没有腊肉这说法。广西。我青州没有。有的有。青州没有。哦。有。没有。青州他们是。哦，青州没有，青州没有。对呀、啊。还靠近我们这边也有。啊，对，靠近你们那边才有。腌肉也对的。那就是我自从我出来打工，我才听说过腊肉，我说什么叫腊肉的，就拿那猪肉晒呀、啊、腊的。那个火烤熏对烟熏广西的它是晒的广西的白色农历这一边啊他是把那个猪一宰了就拿那个盐巴来做的对腌了有时候一个月还没有时间让、我上次腌了腌失败了10多天桂林就把它挂起来、这边都有腊肉的啊对对桂林白色河池都有都有都有靠近你们这边就靠近贵州贵州云南也有了对对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南也有那个大哥、大姐我们走了嘞玩一下吧玩一下不玩了下雨啊没有他有车下雨避下雨也走啊你啊你这个大哥你收的不用收的收的不能收的吗这个决定不能收的吗我不收、我不收不能收拿着吗不能收你们有空上路的话你不能收不能收大姐给你不要我不收的不能收不能收哎呀你们那不收决定不能收放进这不能收你们这来了有时候不能塞不塞这个你抽烟拿着吧这个抽这个不塞这个抽的你自己留到你自己抽吧我不抽烟的这个也是我当时在过年的时候家里面给我的我不一直留到现在的那不好意思啊没人收那我就拿这个就可以啊对我说给红包给红包不行我不要红包不能拿如果你要给红包连我都不收哎呀感谢你不用感谢你的款待啊！不用，没什么。到时有机会我们再来啊！来，握个手。到时有机会再来啊！他若你们过路径自己回来这里玩就行了。好的，在家里边。好的。好，记得打扰我们。没有，我们走了啊！好，再见啊！好，走。看到没有？对，快点。